俺为了当年的代志，甲阮妈回去城市嘞。哎，我为着张伟宽的死点头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世人拢做袂到，你莫嚣张。为了让恁爸爸无遗憾，你敢愿意搁相亲一届哈？你若害咱子孙啊，凊凊彩彩哦，就决定家己的终身大事哦，我真正死马都唔愿过啦。我会安尼做，拢也是为着你啊。真系着急要走，敢是死？我以后想要知影，当年妈妈发生意外之后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我着看恁找着啥？这是欺君罔女的变心，哪会为恁来死？姐啊，我爸敢真是因为我哟，当年妈妈迄场意外，要找我妈算账。要不过聊无尽头，嘛袂当有白讲，就先请你回来。当年我妈受了你的威胁，伊才逃走。阿哥，你唔肯放伊煞，再开车将人害来呢？即摆你真无真正有啊？你坚持卖死你，我卖死，干了过来！我不想要讲闪屁啊，咱就坦白讲啦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是嘛就千万再相信你。你根本就是一只狗狼背后阴顶讲的，你是你妄动，所以趁这个机会想要破坏你的家庭，要拆散咱的婚姻，你谁哪要相信？搁再讲我甲慧官根本就无冤无仇，我哪有可能去伤害伊，对无？你真正是鬼，巴肚拢是鬼。你唔通家己是鬼，所以看到任何人啊，就拢讲别人是鬼啦。我嘛讲了无唔对，就算讲你是阮爸好朋友，你嘛无应该对阮家的代志有遮侪意见。你敢唔免为了当年的代志，甲阮妈回去城市嘞？哎，我为着张伟宽的死点头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世